大家好，那我们今天呢将会前往这个不丹哦。那今年是非常特别的一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年是不丹开放给外国人参观的第50个年头，而因为这一团很重要，所以呢，不丹旅游局总监多吉扎杜他会亲自呢在22号接见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一团人。是我们才能在那个当地，为什么老？Thank you.